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讨论是怎么跑上坡，欢迎小妈。又是我。你喜欢上坡吗？上坡我比较吃力，下坡我很厉害。可以呀，可以呀。应该大家知道我上坡很慢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看过我的影片嘛，那个上坡的时候 ，no， 大家上坡都是一样的，对呀，是。所以我很想知道怎么跑上坡比较好。所以我因为我那个上坡不喜欢，所以我很认真研究。对，怎么跑上坡？所以今天我分享我介绍怎么跑上坡比较好，可以先那个不好的人。不好的示范，对，不好的示范，可以帮你拿。好，那这样，长者拿，这样上坡的时候，上坡很累，上坡很累吧？上坡很累吧？对，哦，很累，啊，我想抱上坡，这样不行，这样的人，对，我常长高，两个不行，对，不行那个，因为呢，不能驼背，你的身体这样的话，这样不是一级，那个这样的话呢？身体不能太往前倾吗？对，那个，你不能那个都那个就你要那个周边的肌肉就往前。这样的话呢，不能用周边的肌肉，所以你变不到满。好，长者跑比率的时候呢，你的身体要一点点前面，那然后这个重力这个呢？帮你往前，稍微往前倾。上坡的话呢，这样吧，你的身体这样的话呢，自然往后面吧。所以你的身体要这样，对，前面一点点。但是呢，你要用周边的肌肉，所以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你的身体一定要一直 straight， 然后这样往前面。对，比如说不是这样，会这样，然后跑。好，可以你试试看吗？我刚刚是如何？所以先可以那个不好的，那个你很累的时候看下面。对，是不好的。OK， 那好的可以吗？好的，你是说身体要稍微往前倾，然后用肌肉的力量。对，然后睡，然后看前面，不用看后面。好，再一次，然后呢，再一个很重要的是，不用看下面，因为上坡很累吧，所以很多人那个看下面一直跑跳，但是不行，看前面你的不拔啊，不拔，这个是第二个 point， 不拔小一点，因为呢上坡的话呢比较辛苦吧，频率，所以呢一样的不好的话。那个你用很大力，所以我推荐少一点，然后可以那个 cadence 比较多一点，步频嘛，步频多一点。这是那个你喜欢脚踏车一样，脚踏车有 gear 吧，那个 U-bike 3RE， 然后上坡的话呢，你用那个 E 吧，不是3，你知道吗？脚踏车，就是那 E 的话，对，步频比较那个比较。对，一点点往前倾，对，然后重心尽量保持在一个垂直上面，对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小马哦，给你看好怎么跑上坡哟，加油 ！OK， 再一次 ，OK， 应该是垂头，对。那个你的手，比较那个一点点大一点点，用手，平常你抱这样的话呢，手那个比较大一点，平常抱的话比较大一点，用手的力往帮助你的身体往前面。哦，那你一直说手摆动要带起你的身体吗？这样不会很累吗？但是帮助你的脚啊。帮助你身体脚往前面，力量，对不对？OK， 好。
所以就是要摆幅大一点，把你的身体带起来。你说上坡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。OK OK OK。好 ，OK， 谢谢谢谢。所以呢，In summary， 这滑翔伯的话，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看前面，不用看下面。对。然后你的身体 straight， 不是来讲 straight， 然后往一点点前面，但是还是 straight。然后 moving 比较多。然后步距小。步距小，步距小。步距就是。对对对，步距小。然后步频比较快，步频比较快，等于小碎步的意思啦，对不对？小碎步的上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小中文很厉害，是是是，你的日文也很厉害。好，所以这样呢，所以大概台湾的比赛呢，有什么比赛都有一点点像下坡吧，所以难以避免。对对，下次遇到下坡的话，请去看看。好的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还有上坡的比赛吗？好像都有哎。都有。台湾的比赛呢？几乎都有啊。那这个呢？台湾的比赛的特色，台湾的呢路线呢，上坡没关系呢，都是哦这边漂亮哈，上坡没有关系，这样的呢。看风景。那路边比不一样呢？路边的比赛呢？路边不喜欢，比较喜欢平路呢。所以呢，大家那个。小心那个先路线的话，对，平路，哦，下坡之后这边不用去，这样就绕过去。哎呦，没有关系，下坡没有关系。台湾就是一起跑就往山上跑了，对啊，所以像最近练习下坡在台湾比较重要。其实很多比赛，其实中南部大部分都会跑到有山路，对啊，很难避免，因为台湾就比较小。全马几乎都会遇到，对啊，对啊。像最近刚结束的泰鲁格也是啊，风景秀丽，对，但是它是山路，对，就是一个挑战。好，好，是 OK。好，那大家去看看啦。好，谢谢小猫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Hi David。我的朋友呢都有阿基维的那个戴眼严峻点，那个我的路边朋友呢，路边人的朋友很多那个，对啊，哇，好吧，然后啊，这个好可爱，很好看啊，我也有一顶，啊，路边很浅，而且它很长，很长，很长，就是可以遮阳性，因为它要摸过一条做那个，对对对，左边那个。OK OK， 左边要硬的呢，那个啊，那个啊，哎，你看它的防水，好，哦，好厉害，所以下午天，好厉害啊，下午天可以雨伞呢，对，可以，哦，我要发誓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哇。哇！哇，好，很适合下午天呢。对。啊啊。旁边可以擦太阳眼镜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这里有洞。啊！哇，好厉害！可以吗？哦，好干嘛？好看，还蛮好看的。哦，对，它可以这样子。哦。哦，这样就不会掉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厉害厉害，哦，这个好棒呢。好棒呢，阿基伟。跑完了。跑完了，我 S 啊 S 啊。下一个。谢谢。OK， 我还要开这位置。等一下，我就带着这个跑了。啊，没有了，还可以。然后这个酒鬼，阿 Q 还有很多东西很特别，然后你看像这个，哎，这个哇哇哦，真的很尖，15公克，七鹅，哇，好，你可以再看看，好，很尖呢，15公克，好干嘛？好看。我帮你拍一张。阿基伟。
好看，好像那个韩国明星的感觉。对啊，韩国明星的。15K，而且它还是防泼水的。嗯，对，啊，你现在可以先拿下来了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它是这样收。这个很方便呢。这是全世界最轻的运动员。全世界最轻的运动员镜。然后我们又出新的，新的。这个 Reebok Top Gun 哦，酷呢，酷呢哈，对对对 ，Tom Cruise 的感觉 ，Top Gun， 酷，你看到吗？哎，它不会坏啊，不会坏，它也是这个吗？哦，哇，好厉害，所以这个很耐用，对，而且它你可以看一下哦，哎，水，水，水 ，OK 吗？啊！哦，啊，啊，很干净耶。对对对。哇，哦，哦，对，所以遇到下雨的时候就。对对对对对，下雨的时候那个主动的太阳眼镜的话，都变成水水水了，那不好呢。对对对，这是阿 Q 耶，这是阿 Q 耶。然后比赛时看到我的话，H88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